鱼是丽丽喜欢吃的啊。嗯。到了上海，家里的饭你可吃不上了啊。嗯，放心吧，我怎么会亏待我自己呢？再说了，上海好吃的也多呀，我一年换着花样都吃不完。嗯，这个好吃。 现在下班一起去，下班一起去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嗯，马上。东西很刁的也是。嗯，干嘛呢你？去销售部拿快递，让我现在马上。丽丽啊，实在不行就回来。 我们这城市虽然小，但总归只有你的家，有爸爸妈妈。上海再大再好，那也是别人的家，记住了。所以，我认为，每一位学习经济的同学，都要时刻把自己想象成西西弗斯，这位希腊故事当中的悲剧人物，他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工作，就是推石头上山。推石头上山呐，谈何容易啊！而且，每一次他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，那块石头又会滚下山去。 故事当中的西西弗斯，他最大的梦想是把石头放到山顶。而你们要做的，你们要保证这块石头继续的滚动，不管它是从低处攀爬还是从高处坠落，你们要确保它一直是运动着的。这项工作，也许永远没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，但是在我眼里，这恰恰是 经济学的魅力，同学们，我希望你们今后学会享受推石头上山的每一天。你讲课这范儿是越来越正了，那道貌岸然的感觉，拿捏的真好。什么话一到你嘴里，就听不出好话来。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大喜事儿，大好事。什么？哎，跟你媳妇复婚了？ 哼，要那事儿我还找你到这儿来？我就让你陪我到庙里烧两炷香拜拜菩萨。那到底什么事儿？哼哼。哎，你别训我，什么事快说，好吧？